电台1003就是不一样。你看，引来多么多人的围观啊 ！Hello，Hello， 你们看到我颓废，完全颓废，完全需要符合我们的个性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吹鼓读书，我们要去接受。我不是超人，我不会飞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的，骑车来。我跟你讲，这只能证明呢，1003很幸运的有我们两个年轻力壮的男人。啊，车在哪里啊？我们。哎、欸，我们刚刚借那个东西来洗啦。看，就喷的。我们是1003哦，两个最年轻、最马丘、最有希望前途的 DJ。对对。我们只好身负这样的一个重任，不然其他人你看弯下腰来都很难。我们两个哇 ，flexible。我们两个黑白无常，有没有看到？一个黑一个白。我个人的诠释是一个是白斩鸡，一个是烧鸡。因为我有一只小鸡鸡，哎，其实有两只，我现在。哎，你为什么没有小鸡鸡？我没有，不过我有很多肌肉。哇，好车哎！八几的？我不要。BM 跑车。我觉得我很爱台，我觉得我很爱台，因为我每次坐广播车，我第一次真正触碰到它，我今天要好好的，我今天要好好的抚摸广播车。洗什么洗？就是这样，这样子摸，真的还蛮脏的。不可以开 OK 了，好吗？亲爱的，今天你就是我的。卢娜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妈把车架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说是我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东西很难架车，好不好？觉得一切的行动都可以给 I can 去做。他还真的要烦，好尴尬啊！可能驾车。各位，这样子是不对的，我们要注重交通安全。你在准备，慢慢坐呗。驾车我很少这样驾车的，不难过啊！哎，有没有撞到前面？没有没有，有我也不会跟你说。另外两辆斜车来了，是要这样。谁的车？谁的车？有，死不要脸的。今天好爽哦，我的小蓝可以洗白白，而且不用付钱，是由我亲爱的同事负责帮我洗，很感动，真的有那么感情那么好的公司，有那么年轻力壮的同事，啊啊啊！背离我的小蓝。一千多个粉丝，他真的是跟我们两个那边像心啊，很奸诈哎！这种 weekend car 啊，今天来特意去买什么 weekend label 出来给我们洗，超这个衣来伸者不是为了这样子的，真的。因为我看到两个壮硕的身躯在我的小蓝身上爬。Anyway，yes， 洗干净点啊。对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。对，因为以我们两个虽然非常的壮硕，可是广播车并非平凡之人能够洗的，而且这个小桶，我本人觉得这个小桶应该要洗到明天早上7点，我们才可以把广播车把它弄湿。我觉得都需要，所以弄湿都需要时间，再加上还有一个奸商把他的小蓝架过来，奸商，你看奸商走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。其实这个 idea 我一直都想好了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士。我是这样想，我们也学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，有钱能够解决的问题，绝对就不是问题。